雨声滴滴答答，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下。用心肝，今仔的你住伫谁人的心肝？好，注意了，这一辈的刺客，他是一位轮胎经销商老板，很喜欢唱歌，今天特别来追梦，也希望能够圆梦。掌声的欢迎安哥陈俊安来挑战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陈俊安，黑熊哥。哇，你好，听说是轮胎专家。哎，是。我们家今年轮胎将近50年了，跟轮胎应该有很多这个尝试哈，可以跟我们分享，对不对？轮胎哈是一种保安的产品，嗯，什么时候要换轮胎很重要。除了我们看到的看得到的外面有皲裂的部分，哦，我们要换掉，嗯，还有的就是轮胎的沟深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现在要下雨了，嗯。要下雨的时候，如果轮胎的花纹不够深，嗯，那抓地力就不够，对，会油，哦，会再滚，哎，我甲平起都爱换，是哩，对哦，有个人做欠的呢，迄个恁阿拢唔敢换，迄无甲袂顺啊 ，F1 赛车啊，你讲拢油油啊呢，有一挂长辈想讲啊，路途近，骑一下都拜年，伊无要紧，常规上危险。而且我们这位大哥是很孝顺呢，哈，应该是说父亲过世之后，为了让妈妈这个早日走出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心情啊，所以你一直带他去跳舞唱歌呀。对，因为我爸爸的当前贵姓了啊，我妈妈半年都走不出来，嗯，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就想办法让他学圆机舞啦，学画画啦，捏陶啦，书法啦，嗯，可是因为那个没有办法跟人家互动，嗯，所以他去学唱歌，嗯，嘿，啊，学唱歌之后，哎，他就开始慢慢开朗起来，开朗起来。那因为他没有学过，他唱歌会忽高忽低，那他的歌我又没学过，嗯，所以我就只好陪他去上课，这样上唱到自己变成有兴趣来参加比赛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来参加比赛，妈妈看了也会高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妈妈一直希望说我能在舞台上面表演给他看，妈妈，我伫舞台上啊，哦，做友好哦，真正，啊，你今日要唱啥？问心肝。那我们来欢迎三位。谢谢陈俊安。